们相信，在天上比在地上，在宇宙比在地球有更大的可能性。更加的尖端航空产业技术，更加本质性的宇宙原理，更加发展的人类生活，使用比面惊人的奇迹，开创航空宇宙的未来。航空宇宙的未来将由我们开创，韩国航空大学。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유학생활을위한한국어강좌에오신여러분들진심으로환영합니다저는한국어강사문보아입니다아먼저복습하겠습니다후시이샤또是背了吗拼命背第一부모过来接我用韩语怎么说부모님께서저를보러오셨습니다예可以第二上语言与上语学员学习韩语怎么说呀用韩语어학당에한국어를배우러어학당에다닙니다也可以第三天气冷在家歇衣服走날씨가추운데날씨가추워요可以날씨가추운上次我们学习了那个은대那用은대吧날씨가추운데옷을더입고가세요也可以第四个子很高脚却很少키는큰데也是은대키는큰데다리는발은작아요키는큰데발은작아요也可以第五呢刚才吃午饭了방금刚才是방금或者조금전방금조금전에점심을먹었어요第六暑假是你要打算什么暑假是什么暑假是여름방학여름방학때여름방학에또그여름방학에계획은뭐예요무슨계획이있어요第七跟朋友一起去大海跟朋友친구와함께친구랑또그一起같이去大海바다에가요第八今天开始去补习班学习游泳오늘부터오늘부터수영하러오늘부터학원에가서수영을배워요也可以那我上次呢用什么文章呢再看看吧부모님께서저를만나러오셨어요만나러아상처学习了什么什么了부모님께서께서是尊敬语对吧第二呢한국어를배우러어학당에다녀요한국어를배우러也可以目的的배우러为了什么什么어학당에다녀요날씨가추운데운데하여키는큰데我们学习了这个날씨가추운데옷을더입고가요키가키는큰데발은작아요조금전에점심을먹었어요깡잘是조금전방금예可以방금전에점심을먹었어요방금점심을먹었어요또可以여름방학에뭐할계획이에요무슨계획이있어요예可以여름방학때예可以여름방학에可以때就是时间时什么什么时때여름방학에뭐할계획이에요무엇을할계획이에요여름방학때무엇을할계획이에요계획이있어요또可以친구랑바다를보러갈거예요친구랑바다를보러갈거예요大海오늘부터수영을배우러다녀요오늘부터수영을배우러다녀요就是这个了为了什么什么为了什么什么嗯好了吗那今天呢第十三课13과카페文化커피문화就是韩国的咖啡文化呢很发达的对吧
啊，那今天的学习目标呢？你们都学习韩国的咖啡文化，还有呢那个关于咖啡的单词，还有学习那个自然会话，就是用，不要根据什么韩国的语法呀什么什么呀，就是自然的说。今天学习自然说的韩国说的方式。 学习的那个语法，韩国语法太多吧？已经是13课，你们学习的语法太多，对吧？那今天呢，什么什么을게요，还有군요네요啊，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啊。首先看呢，绘画，老师先说，老师先读啊，你们呢听一听，还有猜猜什么内容。 숙제 도와줘서 고마워요. 오늘 커피값은 제가 낼게요. 아메리카노와 카페모카 두 잔에서 6,500원입니다. 여기 만 원이요. 잔돈 드릴게요. 3,500원입니다. 커피값이 참 비싸군요. 맞아요. 물가가 많이 올랐네요. 猜猜吧什么内容?就是预备请咖啡了。啊,为什么呢? 숙제 도와줘서 고마워요. 好像是那个민주帮他的作业。 所以,预为请客了. 숙제 도와줘서 고마워요. 오늘 커피 값은 제가 낼게요. 我们那个学习的第一个语法是什么什么을게요,对吧? 这个等一下继续看吧. 커피 값은 내가 낼게요. 我请客的意思. 아메리카노, 美式 카페, 아메리카노와 카페 모카. 我们那个说的时候呢，写的时候 cafe mocha，但是我们说的时候 cafe mocha，自己经常说 cafe mocha，cafe mocha，mocha 咖啡啊，두잔해서2杯，6,500원입니다. 6,500원입니다. 여기 만 원이요. 다 불러 多少？만 원。 잔돈, 零钱 드릴게요. 잔돈 드릴게요. 还有这里也有. 리을게요. 잔돈 드릴게요. 3,500원입니다. 3,500원입니다. 커피 값이 참, 太, 참 비싸군요. 太贵了. 这个姑娘呢,有点感叹的意思. 太贵了, 咖啡 费用 太贵了. 맞아요. 또에이. 물가가 많이 올랐네요. 물가가 就是 物价上涨了. 물가가 많이 올랐네요. 네요.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내가 낼게요. 잔돈 드릴게요. 首先看的这个 을게요. 这是表示决心或者意志. 카인제的时候呢, 리을게요. 비인제的时候呢, 을게요. 还有收音是 liu 的时候，那就是后面给了就可以呀、啊。根据这个，就是后面术语，就是文章的后面，就是换成这样的就可以。오늘내가밥값을낼게요。오늘내가밥값을낼게요。就是这个，本来是오늘내가밥값을내다，就是리을게요都可以吧。저녁에 한국어 책을 읽을게요. 저 예시야. 本来是 읽다. 읽다. 但是这个 비인제的, 비인제야. 所以 읽게요. 지금 창문을 열게요. 창문 本来是 열다, 열다. 我们看吧,那个这是,那个收音是 리을, 对吧? 리을的时候呢, 后面就是加 게요就可以. 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继续看练习一下. 내일 꼭? 꼭? 回答吧. 올게요. 都对了吗? 내일 꼭 올게요. 明天一定来. 미안하지만 자전거 좀? 자전거 좀? 빌릴게요. 빌릴게요. 빌리다就是变成了这个. 不好意思,我要借那个自行车. 我要用一下自行车. 내일 집에서 쉴게요. 쉴게요. 또 그게 很简单的. 오늘 방을 청소할게요.
很容易吧？啊，好的。那下一个，Kunio，老师那个文章说明的时候说什么呀？这是那感叹词，就是比如说对事物的肯定与感叹，多用于口语中，就是口语上我们经常说哟，老师也经常说这个后面 Kunio，참비싸군요，참싸군요，참예쁘군요，漂亮，참예쁘군요。깨끗하다，很干净，참깨끗하네요，깨끗하군요。这样，就是군요呢，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呀，只是感叹。比如说，看比如说吧，这个，形容词的时候，군요，动词呢一般是는군요，还有那个名词的时候呢，이군요。서울 집값이 너무 비싸군요. 서울 집값이 너무 비싸군요. 말이 빠르게 달리는군요. 이것은 연필이군요. 이것은 콜라군요. 就是后面换"군요"就可以，有点感叹词，还有，感觉也是口语中使用。第三的语法，第三，这个也是跟군요差不多的，군요的意思和用法相同的，这也是군요的意思。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的，집값이너무비싸，刚才呢군요这是呢비싸네요也可以呀，군요네요都可以。말이빠르게달리네요，이것은연필이네요，이것은콜라네요。但是老师觉得这个"군요"还有"네요"，更感叹的意思呢，군요"就是老师觉得"군요"这个感叹的感觉很强，네요"也是，但是"군요"更感叹的感觉更强，就是这样，两个都使用啊，经常使用了。那我们练习一下。유에이 씨는 한국어를 정말 정말 擅长 잘하는군요. 잘하는군요. 유에이 씨는 한국어를 정말 잘하는군요. 하여 유에이 씨는 한국어를 정말 잘하네요. 또 되었나봐. 其实呢，我们一般是那个文章，一般文章呢，유에이 씨는 한국어를 정말 잘합니다. 我们这样学习了，还有，유에이 씨는 한국어를 정말 잘해요。합니다，합니다，什么什么니다，什么什么요，我们经常잘해요，해요，해요。我们经常那个学习了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呢，语法上还有那个书面上的表现。经常呢，我们一般口语中呢，군요네요，这样经常说是这样的。오늘도학원에오는군요，还有오네요，오는군요오네요，오늘도학원에오는군요，오늘도학원에오네요。학원是什么？补习班。민주씨는분홍색원피스가참잘合适，어울리는군요，어울리네요，都可以。눈이와서길이미끄럽군요，화，还有미끄럽네요，눈이와서길이미끄럽네요，눈이와서길이미끄럽군요，这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吧。补充绘画在咖啡厅。老师说，저는 아메리카노에 샷추가 할게요. 저는 카페모카에 휘핑크림 빼주세요. 그런데 한국에는 스타벅스가 참 많아요. 스타벅스 외에도 엔젤리너스, 커피빈 등 다양한 커피 브랜드가 있어요. 한국은 커피 문화가 정말 유행이군요.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저는아메리카노에샷추가할게요，这什么意思呀？샷，还有추가，
추가 呢，好像是那个加的意思吧？加的意思，추가就是加的意思。추가할게요，샷。